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？试试咋的呀？我买枪，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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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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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你怎么打的呢？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个傻逼！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筋儿没问题的，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买枪买就行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冒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拿走，给我挨着黄渤了。哒哒哒哒哒哒，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西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把老王也最后一句话，我最后一句话。我爱你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给了我，那我就失去了你纠缠不休的理由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这么多事，也只有你这一件好事。